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Babatunde Otuka from Nigeria. On the 1st of July 2021,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d a grand commemorative ceremony to celebrate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But I learned that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in Shanghai on July 23rd. I would like to ask China News Agency for question and answers. The top 10 columns help me answer. Why i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as held on the 1st of July instead of July 24th? 正如您所说，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成立于1921年7月23日，但党的生日却定在了7月1日。这背后的原因啊，和中共成立初期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问答二十大栏目邀请了专家为我们介绍当时的情况。众所周知，中共一大是秘密召开的，会议甚至一度被迫中断，会议从上海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才召开完毕。会议的机密性以及期间的仓促转移，导致会议的第一手纸质记录不甚丰富。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的数年间，全党一直处于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因而也没有条件或机会去庆祝党的生日。再加上相关与会人员在革命斗争中的牺牲，以及与会议有关的档案资料的遗失与损毁，导致多年后中共想要还原这段重要历史时，遭遇到了不少困难。比如1938年，中共在延安抗日根据地举行纪念建党十七周年活动，需要确定中共诞生的日期。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但是由于岁月长久和记录资料不足，他们只能回忆起一大是在七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得不是很清楚。最终商定决定将七月一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也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十七周年纪念日。在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十周年纪念指示，这是全党第一次大规模的纪念党的生日，也是中央文件中正式规定其一是党的诞生纪念日。此后，在七月一日纪念建党的传统就这样一直延续了下来。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党的一大召开日期才经党史工作者考证，确定为1921年7月23日。不过，此事由于七一建党节已经实行了几十年，中共中央决定依然将建党纪念日定为每年的七月一日。建党日期与建党节两个时间不统一，恰恰反映了中共一百多年来经历的磨难。其实，无论是七月一日也好，七月二十三日也罢，对于全体中共党员和所有中国人来说，最值得纪念的并非某个具体的日子，而是一个政党披荆斩棘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